修学佛法的殊胜利益，众业亲受中。节选《大般涅槃经》卷31云：善男子，若有修习身戒行慧，如先所说，能观诸法同于虚空，不见智慧，不见智者，不见愚痴，不见愚者，不见修习及修习者，是名智者。如是之人，则能修习身戒行慧，是人能令地狱果报现世禽兽，是人设作极重恶业，思维观察能令轻微，做事念言，我业虽重，不如善业。譬于蝶花，虽覆白金，终不能抵真金一两。如恒河中投一深岩，水无险味，饮者不绝。如巨富者，虽多富人，千万宝物，无能系缚，令其受苦。如大相向，能坏铁锁，自在而去。智慧之人亦复如是，常思维言：我善力多，恶业累弱，我能发六忏悔，取罪恶业，能修智慧，智慧力多，无明力少。如是念已，心境善有，修习正见，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见有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之者，心生恭敬，坚疑衣食房舍卧具病药花香而供养之，赞叹尊重，所至道去称说其善，不诵其短，供养三宝，尽信方等《大涅槃经》，如来常恒无有变异，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世人能令地狱众报现世禽兽。善男子，以是义故，非一切业悉有定果，亦非一切众生定收。誓愿一切众生等真汝的能欢喜精进，修身戒行慧，常思维言：我善力多，恶业累弱，我能发漏忏悔，取罪恶业，能修智慧，智慧力多，无明力少。如是念已，亲近善友，修习正见，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十二部经，见有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之者，心生恭敬，坚疑衣食房舍卧具病药花香而供养之，赞叹尊重，所至道去称说其善，不诵其短，供养三宝，尽信方等《大涅槃经》，如来常恒无有变异，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能令地狱众报现世禽兽。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捐意的念，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深沉智慧，巧妙契合众生根基，圆满慈悲喜舍无量，积极救护一切众生。阿弥陀佛。自我介绍二，我特别推崇与看重的是佛之见的建立，所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随上师学习研究体悟正法的代表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一株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整个菩萨行的修行路线与地图，大放广佛华严经，如来救世之悲心的充分流露及成佛的方法妙法莲华经。我最喜欢的思维与理解经典的方式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不喜欢死抠文字，
注重探索的是佛经表述的真正义理，也喜欢依据根本上师的教诲及佛陀的原汁原味的经文来文思修，适当参考其他大师的言论，但一定不会把其他大师的论点作为文思修的绝对依据。因为我知道，即使是古佛再来的道家慈航的观音大士、文殊菩萨，只要他们现的是菩萨身，也要恭恭敬敬的如同真正的学生一样向佛陀请问、讨教、学习，以佛教为主体，何况生在末法的我呢？我目前体悟的佛陀教法，总的来说，不外乎是谈论如来藏妙真如心的三个方面：心体，穷尽虚空周遍法界一切处；心相，无相，但灵灵昭昭，具足光明；心用，随诸佛菩萨的愿力与众生的业力自在无碍的作用与显现，即因果铁律。近几年，承蒙尊贵的金刚上师拜尼老师的教诲，叮嘱与重托，特别重视因果、降伏烦恼、缘起、知苦乐法、火中生莲法等等的学习与研究，深感受益匪浅，对目前的工作、家庭、生活与修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与妙用。这些妙法正如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深深的影响滋养着我及身边的一切有缘的眷属大众。将来我的研究修学的趋向也无外乎这些精要了，因为如来及上师的意趣甚深，没有经过一番深入的学习探讨研究与实践，是难以究其根本与宗旨及依教奉行。自己只有通过供养上师三宝，亲近上师，忏悔业障，广发大放广佛华严经中时回向大愿及种种殊胜大愿，思维因果的真实不虚，积极降伏烦恼，特别注重缘起法的运用等种种方便方法，才能更好的、更快的、更广大地气入佛的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自然智、无实智乃至大圆净智等等一切佛功德与能力。如果大家有兴趣学习思维并实践佛之佛见、佛智慧、佛境界、佛功德、佛能力，但愿我们能有幸在一起共同修学如来正法，弘扬如来正法，护持如来正法，主持如来正法，共同撑起末法时代里一片明亮的正法天空。我相信事在人为，过去已成历史，未来有待开发。我曾经有过许多自认为胜利的丰碑，但我知道现在那些都已成为不值得一提的历史，更不能成为我骄慢的资本与停滞不前的理由。如果我停滞不前，则无有进步，不能向前，更没有辉煌的未来。我誓愿为了弘扬正法、护持正法、住持正法，再立新的丰碑，再创新的辉煌。深深祈愿上师三宝与大家永远呵护我、加持我、摄持我、支持我、配合我、成就我。下面与大家共享一段妙法，愿大家欢喜并能深刻觉悟。当烦恼魔出现时，仔细去认识他，看他到底引着自己去干什么，产生的结果又会是什么，想把自己拐成什么样，你想把我带哪里去，你是干啥，你想干什么，你想让我怎么样，你要我这样想的结果是什么，干了这个能得到什么。借助他出现的机会，反复的去训练，识破他的各种招数，不跟他发展，最终让魔对自己无可奈何，让他完全受自己的控制，想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的方式方法就是先给一个利害关系，要么就是利上，要么就是害上，离开这两点他就没东西端了。你看到利害关系，他能打动你，这块儿写的越全科越好，记一点是一点。他走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带着没事常来做客呀。因为我对你太不了解了，你要常来做客我才能了解到啊。先把如同十到一公里那么厚的钢板城墙的烦恼魔、五阴魔变质地，变着不变量，再次地变成石头、木头、豆腐，然后天天吃的，天天吃魔，够自己吃好几年的，但有吃的了。甚至能把魔王很大的功德都全吃了，甚至就练出一个吃魔佛来。后面也与大家分享魔场现行记的片段，愿对大家降魔成道有一定的帮助。
慈悲喜舍善知识，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喜追随，愿速具足善恭敬，愿恒闻思修妙法，愿证如佛真实境，愿常沾世报师恩，愿孝善师佛陀行。续品，缘起法主要是围绕神态、表情、言辞、动作四大部分来讲述的。缘起如同一把钥匙，可以开启世间、出世间的大门，让我们顺畅无阻。单单说一下言辞，不仅仅是古代圣者之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国家、企业、家庭、朋友都会因为一句话开始变好，也可以因为一句话变坏。大家想想看，自己这一辈子说了多少话，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能够依慈悲而去说，即便是一句话都能产生殊胜的利益，何况持之以恒，佛道可期呀。缘起篇，我是这样听闻并记录的。2011年7月，恩师住在广西精舍，与众弟子一起宣说妙法，开启了又一场独特的法宴。为什么说独特呢？听弟子们说，以前从来没讲过缘起，而且形式也与众不同。当时是暑假，慧思的学校放假了，盘算着到哪里去游玩。恰恰网友师父邀请，说自己的师父来到精舍了，希望慧思能到广西去过暑假。慧思当时想，这网友师父已经很高了，他的师父得多高呢？还有出家人都会说些什么呢？好奇心驱使他踏上了这奇妙的旅途。慧思凌晨2点多才到了精舍，见到了网友那位出家师父，他安排慧思住在2楼客房。慧思一脸疲惫，这么远的路有些晕车，头疼得厉害，就想喝药赶紧休息，也没心思去欣赏一下精舍的布局。刚把药冲好，听到敲门声，网友师父轻声问慧思，你要不要拜见一下我的师父啊？慧思愣了一下，想又不认识他师父，又不知道说什么，也从没见过出家人，说什么呢？做什么呢？还是不见了吧。慧思找了一个借口说，天这么晚了，师父应该休息了，我就不打扰了。网友师父说，好的，那你休息吧。药还没晾好，又响起了敲门声。网友师父问，慧思，你有治头疼的药吗？我师父头疼，想请你帮帮他。啊，我帮他？慧思看着那碗药就想，这也太巧了，就喝这个吧。慧思把药端起来递给网友师父，
但是王友师傅没有接过去，说你自己送过去吧，在四楼。说完转身走了。无奈慧思端着药爬到四楼，看到一个房门打开着，他悄悄往里一看，一个高大的身影端坐在床座上，穿着一袭灰色僧衣，正在电脑前打字，非常专注，丝毫没有难过的样子。是真的头疼吗？当慧思再次在门外打量这位师父的表情时，心里竟然升起一种恐慌。他会让我守戒，那怎么行啊？我可受不了，在家被宠，自由自在的生活多好呢。这门是进还是不进呢？每日祈祷文。世尊，请用我做您布道之使者，让慈悲大爱之光明呵护每一个众生心灵，请赐我恒久坚固之慈悲，不管何时何人何境，都不能动我布道之行。世尊，请让我所到之处都能流露您的慈爱与智慧，来抚慰众生之心灵。在有仇恨的地方，请让我播下慈悲与原谅的种子。在有残害的地方，请让我播下宽恕与和解的种子。在有猜疑的地方，请让我播下尽信与追随的种子。在有绝望的地方，请让我播下希望与光明的种子。在有黑暗的地方，请让我播下光明与智慧的种子。在有忧苦的地方，请让我播下觉醒与安乐的种子。世尊，请赐予无上的智慧，请赐予无尽的能力，请赐予无量的福德，恩喜我无厌足地乐于安慰他人，谅解他人，爱护他人，施舍他人，觉醒他人，教导他人，成就他人，利乐他人。因为爱往者爱返，播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追随您的脚步前行，必然会到达您的境界。世尊，请接受我的誓愿，余生只爱乐真理，不贪他利，不求安逸，不计不憎，不言他恶，减悔己过，不慢
不骄，常乐赞善，大慈注释。凡事包容，一切皆有前因。凡事相信，现在决定未来。凡事冷静，烦恼只能败坏。凡事忍耐，智慧成就自在。凡事慈爱，能灭无穷障碍。凡事觉悟，火中生莲不坏。世尊，请让我传承您的一切心灯点亮，从此不灭，布道行中至众生心，您之智明激活无量，灯灯相传，正法长盛。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我知道自己即将要得好了。回头看看众生，实在太可怜了。恩师循循善诱，让我扛起如来家业，相续无尽灯，也去让天下芸芸有情知道真实。于是，从初入佛智，做一名标准法师，就是我的理想和追求。然而，我还是一颗稚嫩的小幼苗，恩师精心呵护我，刻意栽培我，权巧提携我，暗中扶助我，给我勇气，给我力量，让我有信心去做一名法师。从2011年起，先尝试带大家学习缘起法。2014年，独自开始练习讲法。那时，我也曾有过自我怀疑，做法师，我能行吗？恩师给我希望，令我不退，恰到好处的梦中视线，坚定的目光，鼓舞的眼神。从此，讲法之路我就一路闯来。2016年正式讲法，期间有坎坷，有不平，有辛劳，有委屈，有付出，更有收获。唯其艰难，才更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终于，在2017年得到了恩师的认可。那一天，我一边和大家讲法，一边泣不成声，眼泪从开始流到了结束。我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但没想到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这只有经过风雨洗礼的人才会倍加珍惜和感恩。我和善友们的学习有相聚有分离，期间共换了三次道场，每换一次道场就换一批人。我渐渐懂得，合只是因缘合，离只是因缘离，聚散终有时，且行且珍惜。我们慢学习，任它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高低起落，依智不依情，尊重才永恒。时至今日，我依然坚守，不再聚散两依依，我先做好我自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我知道我是不幸的，
在茫茫苦海中孤独飘零，漫漫无期，失尽了无数苦果，历历不堪回首。但我知道我是幸运的，在跨越了无量险峻的千山万水，经历了幻变的沧海桑田，终于找到了我的善知识，找到了真正值得我追逐不舍的。而您早已等候多时，当我出现在那门口时，您抬眼的会心一笑，逃世的孩子可要回家了。对不起，为了这一天让您等得太久了。我何其惭愧又何其感恩，为我这么一个沉迷放纵的浪子回头，从旁路走到正路，让您无量解地为我付尽了心血。我又何其珍惜又何其宝贵，倘若没有那一晚的止语，一旦此生错过，在轮回中我将不知还要追逐多久。我何其欢喜又何其真心，从密密匝匝的黑暗中毕竟透出了一丝微弱的光系，从无数的岔路口究竟找到了正确的归家之路。大梦初醒，我要翻身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从此不再是虚言，苦与乐我可以转换，好与坏我可以创造，愚痴与智慧我可以更替，从人生低谷逐渐成为自主命运有担当的自在掌舵人。美得有意思，因为你是你自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担起重担，即将满载而归。我翻译净空法师讲解的《华严经》仅仅一年，正在翻译的过瘾就收到翻译委员会宣布的通知，他们想处理一些工作，暂时停止翻译，所以我已经没有了学经的机会。现在对我来说，没有学习佛陀的经典，就像一个有身体而没有灵魂的人。于是我继续找师学道，每个周末我都会背起书包，一个人去昆明市，到处走走，询问那些我之前在中国有机会遇到的所有出家师父。但他们的寺院只接受本地人，不让国外僧人来读书。我只好上网搜索，打电话给台湾的净土宗协会管理人员，得到他们的指点，说在云南省鸡足山有一座佛塔寺，那里僧人很多，有教佛经。在得到他的指导后，立即上网查阅这所寺院的介绍。于是我向学校请求允许请几天假去寻找佛塔寺。我一个人继续开始寻找善知识的旅程，买了火车票，大约中午出发，走了8个小时，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了鸡足山山脚下。但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寺庙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寺庙的名字是佛塔寺，在鸡足山。我下火车，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请带我到佛塔寺去。上车，已经是傍晚了，司机告诉我，他知道这座寺庙，我心里更踏实了，因为至少有人知道这座寺庙的，可能会找到他。车跑了一段路，进了一条上山的小巷，此时天快黑了，我下了车，进了庙门。待续。尊贵的各位大德同修道友们，吉祥安康。
从本周开始，事物光的这个板块想与大家一起开始一个系列学习，佛眼看世间，从基本因果经典入佛智。缘起及目标，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满安乐幸福，而少有甚至没有任何的不快痛苦，但实际情况往往不如人愿。我们的一生总会感受这样那样的失意、痛苦等诸多不如意，悟光自身也不例外。看过上期内容的朋友一定知道，尽管悟光五年前发心出家，是想自他都能受益于佛智慧，甚至亲证圣者的一些境界，但现状是完全没有达成初衷。这是为什么呢？经由反省这五年的失败经历，悟光体会到了不是佛法的问题，而是自身的问题。自己没有真正相信佛法，没有真正掌握佛知佛见，当然谈不上运用和受益了。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按次第循序渐进的学习和修行非常必要而重要。文思修是修学佛法的三个次第，那么第一步首先就是闻法，即通过阅读经典或听讲经说法等等而了解佛法、认识佛法，由此生成佛智慧，即闻慧，即闻所生慧。听到之后，还要对听到的内容反复回味，加以思维和理解，进而产生思慧。第三步就是要运用了，依据思维去修行，即修改自己的言行。所以这个系列讲座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学习佛法中的因果经典，能和读者一起生成一定的文慧和思慧，甚至修慧，夯实佛法智慧宝藏的基础因果智慧。为什么要从因果经典开始学习呢？因为因果对改变我们的命运来讲太重要了。我们现在所造作的每一点一滴都是一个因，是一粒种子，将来会形成果。常听人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命都是自己修出来的。这话一点儿不假。关键是我们是修一个幸福安乐、开心自在的命呢，还是修一个时时困惑、倒霉痛苦的命呢？非常糟糕的现实是，我们现在的一言一行都在造恶。正如地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样，我观是阎浮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我们想造点善业，还得特意去造作才能造出来，而造恶业熟悉到了可以不加思索的就能把它造作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恶业造多了，养成了恶习，恶业根深蒂固了。现在我们要扭转，想办法造善业，而想造善业就需要精通因果。精通了因果，我们不仅可以改变此生后世的命运，
还可以微妙观察一切现象，转世成智，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成就妙观察智当中的因果智慧了。那么今后我们具体怎么学，请听下回分解。拜拜。32，罢免委员会成员。一，协会可通过特别全体成员大会，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届满前，罢免任何委员会成员。二，如果根据第一条，一个职位因免职而产生空缺，则必须举行选举以填补该空缺。